相信这块土地的现在和未来是我们不变的初衷，深耕这块土地以造福后代子孙是我们不变的心愿。今天是台新国际商业银行正式开业的日子，一路走来所有台新同仁的共同努力与付出，始终提供客户最好的服务。今天我们第一任的总经理也在场，郭正昭先生。过去30年，所有的客户、员工与合作伙伴都是台新的贵人。台新将继续用创新的精神，认真实践永续，推动绿色生活的正向循环，期盼能与大家一起携手迈向永续。请启动台新30，认真永续。让我们一起延续认真的精神，从30迈向永续。台新30周年，雄赞！我们会跟社会企业绿色技权合作，我们要让育苗成为不但是减碳，而且成为社福团体的一部分的财源。我们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，有没有留一个好的地方给我们大家的小朋友，我们下一代？Sustainability is the main topic of conversation. 这个时候会带动不只是台湾，也会带动全球往这个方向走。我是 Rose， 我是 Sunny。目前是在中山北路台新营业部服务。为了让柜台更有效率，节省客户的时间，客户可以透过跟我们视讯的方式完成存款账例的开户、账户交易的查询等服务。未来也希望能在更多的地点为大家来服务。30周年，生日快乐！台新爱大家，希望大家继续爱台新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董亮董，这么多人在现场，您代表台新跟他们深深的一鞠躬。谢谢大家。